到嘉义咯，今日天气袂歹，日头足大，无咧落雨，好啊。诶，过来。有啊。我无去过，但是八九里准机有去过诶，是夜车了。安尼就要做啥物？哎呀，简单啦，嘉义嘞，要食着一碗好鸡肉饭，不是足简单诶代志吗？明仔载搁去食啦，即摆先来算，遐就是快意生活村，台湾小京都之称。内底有足侪店诶，足侪好食诶，有卖足侪物件诶。来，一家吼是以前日治时期诶员工宿舍来。以前诶。台湾中都府云林局的休闲娱乐场所，即摆已经是嘉义的市定古迹，这是展览安尼。这是全台湾上大的日本建筑，大部分的建材是来自阿里山瑰宝。即几天伫恒春高雄台南食烧烤，我到这看到啥物餐厅拢无胃口，所以只有散步一个，翕相一个，搁有困中昼。出海应该是有忝着，所以拄只着困中昼。哎、欸，即摆已经要食暗顿诶，我要食妩媚的店，碎碎的餐厅，看夜庭园，因为暗食辉哥。做几招很对味，要健康的哈，不叫节菜哦。实不相瞒，出来环岛也是便秘蛮久了、为什么会这样？这间店的料理应该是中西合璧，什么款的拢食会到。环岛的第八天，就是要来吃一个厉害的炸蛋，嘿，蓬莱汉堡。其实伊的店是白胖的，但是伊嘛是有咧卖汉堡的。大家看，听讲，逐天拢是足侪人排队，因就伫角仔煮，用两个煎盘，哇，好啊，足侪各类菜加油肠，对外的环岛便秘症应该有帮助哦。哦，这个就是草莓豆加美乃滋的感觉。哎，伊的味有一点仔感觉，卖成啊 Ramly Burger 的像诶。Ramly Burger 你有食过无？卖成啊分店诶，后盖带你去食好不好？就是 Ramly Burger 的感觉，传统的味。食了早顿就去看王来禅，其实是因为板桥里准去的频道要取材，所以我陪伊来翕。等一下就去买一盒王来素来食。煮凤梨酥好酸，爽！来哦来哦，要做家己的礼物哦。你莫看这个飞鸡肉饭，敢那无啥物色，其实伊的重点就是这个会发光的飞鸡油。足香的，油亮亮的饭。好食的，伊的油伫个饭内底，足香足好食的。我感觉是 simple 的 nice 安尼。OK 哦。都有酱小菜，大家看，你自己要吃吗？开车，现在已经到云林了。昆林，没错，昆林，我有钓啊馋嘞，地广人稀的感觉。你是因为我在这个路边吗？今日我要去，那个有礼物啊，应该习惯才对。对哦，足侪年只有去过哦。北港休咯，一定会有去啊，有去排足侪届诶。这礼物是啥物？哈？所以这里很多导游哥咯。西螺嘛。去西螺是不是？好，安排一个，安排一个。即摆先去奥德加，来。这就是奥德加。不是台湾国语哦，布袋戏的布偶。红啊！制作就伫咧食奥德加，会当来体验的哦。昆林是布袋戏的故乡，准备参观布袋戏博物馆咯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布袋戏的存在，可是比较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布袋戏的出现。那它有一个传说故事是，大
家有兴趣会咱家己买票去参观哦。这届参观，我对台湾布袋戏红啊有更加深的认识。哦，对，那眼睛就会上涨。原来有轴心的。对，然后你刚刚看到那个牙齿是它会再从里面再画，就是把它拆开之后，然后再画，就是这个抽掉的。对，所以它是就是纯手工做。我是一个都被残废的一拳超人。嘴巴没在动。我尽量了。头低低的，我头低低。我打到我。就在等这一刻啊！一拳超人怕流坏。哎、欸，你头低低的干嘛？抬起来，头抬起来。对啊。Kissy， 喂。我怎么闭着眼睛打？有吗？是风很大还是怎样？其实，好好，这届看了足侪有够水的红啊，实在是佩服佩服。嗨，大家，我即摆伫 C 罗啊 ，C 罗家有足侪导游诶，世界各地导游，遮个人足晓做导游诶。以前西丽家是非常热闹的所在，你看，因保留落来的厝是民国初期的建筑，我感觉足有古味的。诶、欸，今日来内底有表演。西罗的婚姻，哇，比我做的好吃一万倍。黑糖鲜奶茶，阿丽林，当饲着食瓦粿。即碗阿敏妈的瓦粿，伊是用西雷出产的在来米甲豆油去做的，国家菜脯、香菇、油葱、枇杷，料足实在的。拄只头家甲我讲，就内底有加豆乳，即碗应该是我目前为止食过比上重的瓦粿。通关，哦，这酱油膏好吃，豆乳酱的味足重的。他推荐你加加看。喂喂，唔爱加少济。变很辣 ，OK， 我会当接受伊的咸。嗯，嘛袂歹，另外一种香味安尼，但是我感觉伊的本体就是豆乳酱安尼。西丽当时留内底，佫有足济卧虎藏龙的美食。不过即届我又佫食饱啊，期待有机会佫来为当时留翕一个美食特辑。但是大家莫忘记，我佫有一个用来食甜的物件的位。就是摩吉大王三多多。哇，赚很多啊！来了来了。可以的，可以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有厉害，土豆糖粉，搁有麻嘛，加上伊 QQ 的口感就是足好诶。真的麻吉本体诶。嗯，很有嚼劲，真的很香啊，都很厉害。西罗家有种足侪西瓜诶。来一盘了。西瓜金字塔。混。完了，完了，各种。剪掉。虾米粉。就好了。这梅粉其实跟什么水果都很搭。我跟加芭乐嘛是就好了。加榴莲，怎样安怎？你下次来做一集看看。哦，好啊。现在有草坪，所以我就给他放风筝。啊，风筝。怎么讲？风吹。放风吹。台湾上大的溪，这是界限。对，站南北哦。南北。哎。西丽大桥接近2公里长诶，落水坑实在是足大诶。